以前不在你们身边，总是担心着你们的健康，挂念着你们的生活。现在女儿回来了，要好好的守护你们健康，照顾你们。品牌创办人张慈莹为前美国食药署 FDA 研究人员，因为一次回国发现父母在吃的保健食品中大多含有人工添加物，生怕父母长期使用下会造成身体的负担，便决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研发真正能帮助身体健康的保健食品。张慈云坚信地说，没有人做，那就自己来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创立了亚博生意这个品牌，想要呢就是把更健康的产品、更安心的产品带给身边更多的朋友。那目前有两大主力产品，一个就是我们的用喝的叶黄饮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男性精力体力补充的E-GO炫补力。那在各方评估之下，其实用液体的这样子的剂型可以添加最少的额外的添加物，然后也可以拉到最高的有效成分的比例，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说每一滴都是精华。亚博生意的叶黄饮主要有我们精酿元素的配方以及黄金比例，包含了世界大厂 FloraGlow 10毫克的叶黄素以及2毫克的玉米黄素，并且还添加了德国有机认证 Astaxanthin 虾红素，加入了枸杞、黑醋栗以及小米草萃取物，并且还加入了我们综合的维生素以及葡萄糖、锌、铜等营养成分，可以补充一日的营养素所需。创办人他使用的内容物是纯天然，所以非常适合孕妇跟小孩使用，所以我在怀三胎小朋友的过程我都有持续的使用，包含到我的父母亲使用3C， 我自己工作部分，我的小孩子现在在成长读书都可以使用这项产品，我都很放心。在看书啊、看电脑、看手机的时候，就是说会有比较改善。那个一瓶那样子，就是去上班携带，就是非常方便啦、啊。那喝起来的口感也是这种蛮顺口的。在E-GO炫补力的部分，主要针对是男性的使用。那它除了我们添加的玛卡之外，还有我们欧洲的一个 G63 花粉。那并且在添加了它的锌，然后刺五加、茄红素以及人参萃取液。另外像是需要长时间工作者或者是从事劳力劳动消耗比较多的人，也都是一个相当适合的产品。现在有时候过节送礼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也变成我一些客户的选项之一，因为其实大家做生意难免的应酬啊，或者是说生活作息稍微就是说会比较累的时候，我们客户接受到这样的礼品的时候，其实都还蛮有不错的 feedback 回来。张慈云在每批产品制造时，一定亲自到工厂把关每一道环节，来确保品质。每项产品都要经过3道检验，严格把关，从原料检测到食品厂送检，以及品牌产品自行送验，全部都要有合格的检测报告。张慈云坚持地说，就是要亲眼看见才安心。零添加，轻松喝，吸收快，我们是亚博生医，健康饮品的保健专家。我想要跟我爸妈说，谢谢你们过去在我成长的一路上是那样子的支持我、守护我。不好意思，在之前求学的阶段，不在你们身边那么久。那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会在你们身边好好的陪伴你们，好好的照顾你们。